第六名这个，它这个材质非常好吃，像这个就是再取一半。我们今天来到梁哥这边，然后我们等一下要邀请梁哥帮我们介绍平常该怎么去做鱼缸的维持、维护跟清洁，包括换棉啊，然后要怎么去换水啊，然后要该注意什么事项，我们麻烦梁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各位钢铁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刚好我这里的底滤缸就要做清洁底滤缸的动作，还有换棉的动作。好，顺便让大家了解说我们水族馆里面是怎么样做这个动作的。我在换滤棉的时候，第一步我一定先把马达换掉，因为有时候马达里头的插头，看我们的设计，有时候插头是放在底下的，拔掉插头的时候就注意我们线路不要让它再掉进水里，或者有人喜欢把延长线连在这个比较上端的地方，那我们在拔插头的时候就要注意说延长线有没有脱落，整个掉到水里面造成危险的动作。哦，现在插头拔掉带水都静止的时候，像我个人在用，我习惯是等水全部静止再换，比较不会让水中这些杂质再度的让水冲到流到第二个里面。好像我们看一下这个白棉也一阵子没换了。大家看一下这边它的排泄物啊，水中的杂质非常的多。一般我们过滤缸清洁就是准备白棉嘛然后水管我们要将水中的这些排泄物啊，这些杂质啊把它清除掉。还有那你大家注意看到这个手中这两块白棉等于是 1.5 块的白棉我的习惯性会将比较厚的这一块，正常的这一块放在底下，然后比较薄的这一块是放在上面，预防防止说我们换完白棉之后有一些杂质没有吸附干净马达重复再抽上之后就可以在这第一层就把它滤掉。那现在水完全静止的状况之下，我先把这个分流板拿出来有时候注意看分流板里面若是比较脏的话，我还会做清洗的动作。那这边的话就是收白棉了，我再把这个隔板先拿起来，因为我现在要清里头的这些杂质。因为我这张是没有设计快排，有一些好朋友的这个水族箱有设计快排的，那会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算是独立格的，你可以一直加水，一直做快排水的动作，那些杂质也会同时吸附出去。那我们现在像这个水管没有用快排，我就是要用虹吸的原理来把这些杂质给吸出去。那我们要虹吸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会直接先帮水管放在水中，然后在水管的另一头开水，让它先灌水进来，之后再直接把水龙头那边拔掉做虹吸的动作。我教大家一个技巧，好处理一些不用再这样跑来跑去。我们先把水管弄成一个小圆的形状，直接放到水中。半圆形的这个水管里头充满了水了已经加满了水了，然后这个动作会比较快一点这一头我们不要离开水面我习惯先按着这边，赶紧的把它拉下来，这样就吸出去了。来，大家看一下底下，我现在在吸了，把这些杂质给吸干净。好，这些排泄物记得都把它弱清积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建议朋友都把这些排泄物给清理干净。这里头的这个淤积的排泄物都已经清理干净了。通常我的习惯会在看马达这一边还有没有堆积的排泄物还是有，我们一样把它清理干净。排泄物堆积的太多的话，通常水质会变化会比较快。有时候我们有养龙鱼的朋友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说鱼的尾巴长了痘痘，这些通常都是因为排泄物影响到水质产生变化造成的不一定说龙鱼尾巴长痘痘就是有体外虫的现象。好，现在我们把杂质都吸附干净了我一样再放入隔板，然后放入刚刚所准备新的滤棉这都是裁好的尺寸，然后分流板再放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养鱼这么麻烦，常常要帮他们清理做这些清洁的动作，可是我想这就是养鱼人的乐趣。
哦，这些乐趣，有时候坐在家不会觉得辛苦，就会觉得蛮喜欢这种感觉的。那我们今天教的这个是底缸的清洁以及换皿的动作，并不是上缸主缸在换水的动作，一些习惯哦，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哦。如果有觉得说这个方式不错，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更换的动作。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添加新的水下去了，现在我们要加入新水，然后新水加入之前，虽然我管内有用三胞胎做除氯的动作，可是我个人的习惯还是会加水质稳定剂，预防说我们三胞胎的滤芯太久没有更换了，造成鱼质的紧迫哦，氯气比较强的状态之下，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非常的好用。一般来说，有一些客户他比较他钉机那样，他会用水先稀释，可是我这部分的话，我是直接加入缸中，而且这个量不需要很多哦，就照它上面标准的使用量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水加完了哦，记得如果有开上缸的盖子，记得一定要盖好哦，有蛮多朋友都会忽略的这点。我现在让马达通电继续做循环的动作了。那这边哦，以我的加水的习惯，我会设定一个最高的水位，哦，然后一个最低水位。我现在马达这一孔的最低水位的话，冬天的话在蒸发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一直在加热的动作。哦，低水位到达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该换水的时间，或者是说要添加新的水了。那这边就是哦，我这个底滤缸日常的保养动作的情形哦，给朋友们做个参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给我们一个赞。钢铁三周年活动正在开放中，全款享8折优惠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我们下次见，拜拜。